Sonja!老罗，你得小心点。你的选择，你必须跟我说。说，为什么我对你做出了这么多，你还是要这么对我？为什么？你今天真的给我耍无赖！今天你如果不告诉我炸弹在哪，我就一枪打死你！你想找死啊！冷静。他怎么可以这样？老李，他应该是个好孩子。你们到底在说什么？你老老实实的告诉我，你在沈阳潜伏的任务是什么？你的上级是谁？隶属于哪个组织？实话，刘明义到底在哪儿？他下一波会合的时间和地点到底是什么？你说呀！我真的不知道。你怎么可能不知道？刘明义是你的上线，你们俩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天衣无缝的配合了这么久，你怎么可能不知道？雇佣了这个安全卫，你也不知道。什么苏先生？你在说什么？马龙，马龙，我不是他，我真的没有跟他一起干坏事，我都是被他逼迫的。你相信我，真的，我没有骗人。你还把我们当人吗？我们被他骗成什么样了？你为什么到现在还袒护他？他到底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我没有帮他，你跟我说句话行吗？你别不跟我说话，所有的一切都是他逼我的，你要相信我，马龙，你别不跟我说话，行吗？求你了，跟我说句话。你别骗我了，你根本就没有被强奸过，那个孩子就是刘明义的，对吗？真实身份是什么？他叫刘洋，是我们去东北督导室巡航员的秘密特工，他就是你们要找的黄魔中心。
我觉得我越来越离不开你了。你瞎说什么呢？菲儿，我知道我跟你说这些太唐突了，但是我也不知道怎么了，只要一见到你，我就会莫名的紧张、兴奋。你说我这是怎么了呢？但是，老公会怎么看？我姐夫会怎么看我？呀，我必须得去死！不行，呀，你听姐话，你不能这样想不开，听见了吗？我还有什么意义？我你不能这样想不开！你干什么？你非是想去死是吗？怎么劝你你也不听了？你就想死是吗？行，去死！你敢从这个窗户跳下去，你信不信你姐我就敢从这儿跳下去，我陪你一起死，来，你看着我怎么跳下去的，来，你看着。姐，你干嘛要陪我一起死？你凭什么对我这么好呀？我知道了，其实你跟别人一样都是在心里笑话我傻，怪罪我犯了个大错误，你真是在可怜我。你一个劲儿的对我好，都是在可怜我，是吗？我跟你姐夫把你带大容易吗？从小到大，你想吃什么，想穿什么，你想要干什么，不光姐再为难我都满足你，是不是这样啊？你说你今天你寻死觅活的，你为了一个狗特务，你要死，你让我这当姐的我怎么活下去？你心里根本没我这姐，是不是？你去死，还想让你去死？你看我拦着你不？是我不会。
好，我没有带好你，是我的责任，应该死的人是我。我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是我的错，我都不敢去想。我一闭上眼睛，我就看到六平你那，你那张丑陋的嘴脸在我面前晃。我看到我像傻子一样被他利用。记清楚，回去各自组织各级群众辨认。从茉莉懂事的那天起，教堂就是她的避难所，十字架就是她的护身符。她从来不曾设想，在那个十字架里，竟还藏着自己的身世之谜。她就像一把钥匙，能打开所有的。她怎么可以这样？她怎么可以认贼作父？你让我怎么向她死去的父母交代？让他们在天之灵怎么能够安息？亚芳，冷静点。这么些年来，我为了找到他，我什么苦都吃尽了，我的眼泪都快流干了。可是，为什么会让我找到的是这样的？你刚才说什么？我不是个孤儿吗？我父母是谁？你们认识我父母？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快！我从小在北平的圣依教堂长大，听马神父说，我是从九江带过去的。后来因为战火，我们辗转去了苏州、南京和长沙。1945年，我在重庆上大学，爱上了一个前来演讲的军官，他就是林武阳。后来他告诉我，他是保密局的秘密特工。当时我不懂政治，也不懂主义，只是想追寻爱的脚步，想和他朝夕相处。因为我从小在孤儿院长大，孤单怕了。都甩了？应该是甩掉了。啊，换车，马上走，一刻也不要等。不等永生他们了？不等了。那咱们的人手够了，有他在，抵100个永生的。走吧。哎，哦，不要，快上车，快。小强，我们去哪儿啊？哦，去东边。那我们的计划呢？我们不能走。武阳，我们离开不是为了逃跑，是为了完成更大更重要的任务，这就是我来沈阳的真正目的。先生，您能告诉我们是什么吗？我这次来沈阳是为了找曾高。曾高不是死了吗？这老东西没死，藏得很深，我来沈阳就是要找到他的藏身之处。难道你此行的目的，曾高才是关键？他手上有我朝思暮想的好东西，有了他们，我就有本钱跟所有人周旋。我怎么早没想到呢？你知道？我查阅过魏满的旧档案，
里面提到过，这个曾高曾经掌握过日本的一批生化武器。您的目的就是要找他们吧？我怎么早没想到？好了，洪亮，我没时间跟你讨论这个啊。你的任务就是使出你所有的本事，无条件的听从我的命令。学生誓死效忠。好，上车吧。这是我从小就带着的。那你知道它的来历吗？我听马神父说，我是个弃婴，是在路边捡到的。他捡到我的时候，我就带着这个。你知道它的秘密吗？这个花纹其实是一个按钮，在里面可以放进情报。你从来不知道这个机关吗？不知道。知道我为什么会打开它吗？因为你父母生前是靠它传送情报。所以说，这个十字架就是我哥哥按照他们的要求亲手打造的。从始至终，我都在场。你怎么知道我是他们的孩子？因为你们长得太像了。1927年，蒋介石发动C-2反革命政变之后，我党很多在秘密前线工作的同志惨遭毒手，而你的父母却带领我们一起在白色恐怖下继续坚持战斗。我们既是革命同志，又是亲如一家的好朋友。那个时候你还不到1岁，却要跟着父母到处奔波，很多情报都是在你的襁褓中送出去的。那时候我们都说你是最年轻的革命者。不久之后，我为了获取一份重要的情报，不幸暴露了身份。为了掩护我，带着情报撤离，情报小组的全体人员同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好让我能够趁乱冲出重围，赶往南京。那里有一个你父母主持并领导的交通站。为了让我带着情报在白色恐怖下安全抵达到武汉长江局，你父母决定亲自沿途护送我。几天后，我们辗转到了安庆，不料却发生了意外。你父亲为了掩护我们冲出重围，身负重伤。快去第二交通站，我掩护你们。不行，我们要走一块儿。快完成任务要紧，走啊走。你父亲为我们赢得了撤离的时间，而他自己却落入了敌人的魔爪。母亲终于为我重新找到了一条秘密途径，但是沿途充满荆棘，要偷越敌人的数道封锁线。这个时候你病得很厉害，终日啼哭不已。为了不在道路上暴露目标，你母亲真的狠心将你寄存在房东家里头。兰兰，兰兰。
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后来我们才知道，在我们离开后不久，敌人的追兵便接踵而至，房东一家惨遭追杀。他们在被追捕杀害前的最后一刻，把你放进了一条顺水漂流的小船里。那时候反动派对共产党人的政策就是斩草除根，一旦发现你是革命者的后代，必将被杀害。他们那样做并不是抛弃你，而是希望你能够得到一线生机。这个兰兰就是我吗？自从你丢失以后，你母亲整日惊恐不安，很长时间都缓不过神来。上级组织也派专人返回到安庆，在那里花了很大力气对你多方寻找，可最终还是没有找到。那我父母呢？他们现在在哪儿啊？他们现在在哪儿啊？西安事变之后，国共二次携手抗日，你的父亲被营救出狱，和你母亲一起奔赴抗日前线，但是什么？在一次对敌军情报的搜集和侦察行动中壮烈牺牲，他们把生命献给了民族解放事业，是我们值得永远铭记的英雄。兰兰，他们直到牺牲的最后时刻还在惦记着要找到你。他们在给党组织发的最后一封密电里，他们叮嘱你姐姐两件事情。第一是要继承他们的遗志，继续为党从事秘密情报工作。二就是要想方设法找到你，弥补他们终身的遗憾。我姐姐，那我姐姐呢？我姐姐现在在哪儿啊？请你快点告诉我，在哪儿？这个就是你姐姐苗青，你看。苗青，对，她长得像你父亲，而你像你母亲。可是上天没有让你们两个相见，他在解放锦州的战斗中被敌人杀害了。那个十字架能给我看看吗？你看看。当时不是鬼迷心窍，就已经和姐姐相认了，那所有的悲剧就一定不再发生了。姐姐，对不起。马龙，对不起。根据四大队在现场勘查的情况，刘明一伙人就是在这儿换了一辆车，连夜向东逃窜。从稻香里向东有四条路，除了一条绕城公路可以回到城里之外，其余三条路分别是通往抚顺、兴宁啊，还有本溪。在这段时间的全城大搜捕中，有两个隶属于汝胜指挥的特务小组落网。根据他们的交代，是徐汉元亲自在饭店外指挥了对刘明一的接应，而他们之前在城内的一系列作案，其目的就是为了找到曾高的落脚点。总结前一段侦破工作的成果，我们已经落实了在最后一场灭门血案中侥幸逃脱的那个人的身份，他就是曾经当过曾高财务总管的刘静怡。此人应该是唯一掌握曾高藏身点的人，所以徐汉元才会这么不惜一切的要找到他。此人在血案后的动向目前有两种说法，一是在老家抚顺一带藏匿，
另一种说法是去了新宾，那里有他的一个远房表姐。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新宾和抚顺应该是徐汉元此行的目的地，他会在那里找到刘静怡，进而完成和曾高的会面。所以我们只要提前能找到这个人，就能顺藤摸瓜，把徐汉元、刘明一、曾高一网打尽。老罗，你怎么看？我同意赵政委的分析，我觉得咱们应该在抚顺和新兵这两个地方双管齐下，同时动手。好，马龙，你和四大队立即动身，吩咐抚顺和新兵在当地驻军和公安的配合下，全力搜寻刘静怡的藏身点。大军，从现在开始，一大队和三大队由你统一指挥，和公安局联合行动，在全市范围内给我进行地毯式的搜查，一定给我找到那个叫如胜的家伙。部最新通报确认刘静怡的藏身地点就在李家村，赶快设法联系到当地的政府，让他们先控制住。是，那个地方山高林密，人烟稀少，一看就是一个还没健全的基层政权。柱子，地图。咱们的搜查部队在哪儿？这个位置太远了，看来这事儿得靠咱们自己。看见没有，这有条小路，我们分头行动，动作加快。是，快点上车。我是尚勇。报告师长，我是马龙。我们在赶到的时候，徐汉元已经劫走了刘静怡。什么？我们在村里了解情况的时候，遇到一个幸存的知情人，他告诉我们曾高的藏身地点应该是在新宾的李家村往东50公里的草河口，请立即协调周围的追捕部队，把所有的外逃通道全部封锁完毕。走，快快快快！怎么觉得你像一只钻进地洞里的老鼠呢？徐主任，真没想到我这么隐秘的藏身地点都能让你们找到。既然这样，废话就少说了，你也知道我为什么来找你。当然，你觊觎那批货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拿命换货，要不然让你血溅当场。想好了吗？
营长，有线索了。刚刚问了几个老乡，他们都有亲戚在解放初期的时候被人雇佣到了兄弟山的老龙岗，至今都没有回来。这个老龙岗肯定有问题。柱子，哎，马上发电报通知附近的搜查部队。是。刘东，你跟着我，立马出发去老龙岗集合。是，全体集合。全体动员。是。出发。走。都跟上。再快，稍微加快速度，快。四哥，你耍什么花样呢？挖了半天，怎么什么都没看到啊？啊？就快挖到了。老大，有东西。那是一扇石门，打开它，就能看到你们想要的东西了。小心有机关。你亲自把门打开，别耍花样。松吧。徐主任，我没想到到现在了你还惦记着这些好东西。哼，这也难怪，谁又会不惦记呢？这些年里我是费尽了所有的心血才把这些宝贝从日本人和军阀手中保存了下来，现在全是你们的了。我只想要我的命。命？你们几个把他给我抬走。城里的方向走。先生，化学武器还没有找到，人就杀了？哪来什么化学武器啊，我要的是这些。先生，乌鸦，你别激动，我忠心耿耿地对待党国，党国对我又怎么样？我一回去他们就对我审查，我儿子还死在战场上，他们给我什么了啊？你看看这些，这些能让我们撒泼打滚的花都花不完的。只有这些钱才是真的。哦，还有老师对你是真的。啊？这个呢？您还记得您是怎么把它交到我的手上的吗？您告诉我。您不为您刚才的那些话感到一丝羞耻吗？什么狗屁勋章，狗屁党国，党国早他妈死了。
林武阳，你醒醒吧！我真后悔，本来这乡就没你，你是自己硬闯进来的。在我第一眼见你的时候，我就看到你骨子里有一种偏执，我利用你的偏执。我他妈还恨我自己的，为什么是对你唯命是从？又他妈为这些狗屁来呀！你看，前面也有。追，跟上。警长，警长，快看，他是徐汉元。让开。尸体还没找，人肯定没走远，留下两个人在这看着，其他人跟我分头送。快，是，你们两个留在这儿，其他人跟我上，快。